说的话都可以说出口，不是难忘的梦都可以挽留，不是所有的爱都有结果，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得到温柔。何必把自己的感觉都变成理由，何必将自己的感受都酿成美酒，何必为一些小事去争个不休，何必让朋友让别人留在你身后。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得到温柔，何必把自己的感觉都变成理由，何必将自己的感受都酿成美酒，何必为小事去争个不休，何必让朋友让别人留在你身后身洗衣服啊，小文嘛，啊，这么早就把菜买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老头子每天早上要吃大饼油条，我就顺便把菜买回来了。现在只有固定工资、固定奖金，阿花活得一年硬了呀。现在是一分钱搬着两分钱用，你懂吗？老底子，老底子，那是我的世界啊。那个时候啊，老底子是明明暗暗、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。现在呢？必须老老实实，懂吗？哎呀，拎不清啊！哎呦，买什么了？你看，去买了个处理瓶，这个死老太婆，你看，买好的嘛。好什么呀？哎呀，便宜啊！上当货，他不懂，他不懂。哎、便宜就好，便宜就好。哎，问问嘛。哎，油条里放洗衣粉不要紧的，吃下去滑肠的。啊，滑肠要吃死人呢。哎呀，我们老贾说了，吃不死人的。啊，怎么了？真的吃不死的。嗯，洗衣粉吃不动，怎么会吃不死人呢？我们那个小赤佬啊，白天嘛疯得要死，晚上嘛变成土狗死。哎呀，小孩子嘛。哎，楼下水小一点，楼下自来水龙头关一关。好好，一清老早就唱山歌。是洗一洗，早饭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上海人嘛，总是吃泡饭了。哦，哎，腐乳在碗橱里啊。哟，嗯，贾师傅，我看你一早就出去了，怎么牛奶刚刚拿回来？哎、老规矩，上个厕所要跑三条马路，还得等用完，总得一个钟头。行行行。嗯。
六号油价电报。三十六号油价电报。三十六号油价电报。谁家的电报啊？啊？谁家的电报啊？三十六号油价电报。是油价不是刘家，朋友，下次送电报口齿喊得清楚点。是刘家，哎，尤师母啊，是你们家的电报啊！啊，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是尤家的电报。老师上班啊？哎，回来吃晚饭啊！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来来来，你帮我看看，眼镜也没戴。成都冯庆，是冯庆来的。18日上午9点乘船抵沪，他调回来了。啊，正在办呢。啊，恭喜啊！尤师母啊，是你儿子打来的吧？哎，听说是他大姐夫把他调回上海的。嗨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啊何家的毛脚女婿，大西北住上海办事处的。哦，这个人看上去快毛50岁了，小文怎么找这样的人？是何茂元呐自己看中的。哎，实惠呀，何家呀吃不完用不完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傻瓜送来的。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外地人呢，是吧？哎，人倒是上海人，户口在外地，他只要和小文一结婚，户口马上就从外地调回上海了。哦，真是实惠呀，没对象，对吧？啊，还是你们家冯庆门槛近呢，在上海找对象，这不户口调回来了。沈师母，说你是包打听啊，一点都不错。我们36号里的事啊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啊，沈家嘛，还是路路通了。去你的！根爹，根爹。嗯，听说尤家的儿子尤丰庆啊，后天就要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我说你成天洗啊洗的，累不累呀？平时白天上班，难得一个厂里办。你有洗衣机干嘛不用啊？哎，洗衣机搬进搬出的，还要接管子拉线，烦都烦死了，还不如手里洗洗爽气。哎，纺织厂工人上班可真辛苦啊。还好我现在调到科室去了。哦，就是上班的时候啊，接接电话看看报，轻松得很。你做什么工作？保卫工作。什么科室啊？传达室。传达室。夏教授，我想离开机关办个公司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支持你，现在走啊正是海阔任鱼跃，天高任鸟飞的时代。老兄高见。请进。夏老师啊。哟，你有客人呢，我是不是来早了？不要紧，我们谈完了就给你上课。那好，我到外面去等着。哎，你就坐这听听吧。啊，行。好。
要紧的是机遇。浙江有个农民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得知汽车上一个零件市场上奇缺，他找了几个师傅就干了起来。如今市场做得很大，一年有好几百万呢。是吗？广东有个聪明人，他把只有几口大锅的小作坊，变成了一个南方最大的制药厂。这个就是机遇，要紧的是抓住这个机遇。明天晚上我在国际饭店约了几个朋友聚一聚，算是工作餐吧。你老兄一定得参加。不花钱的美餐，我当然不会缺席的。啊，小姐还等你上课呢，我告辞了。啊，你也是个大忙人，我就不留你了。啊，啊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一位漂亮小妞啊，你老兄艳福不浅呢。哎，怎么？当心嫂夫人。哎呀，别胡扯了。这种风流事儿啊，只有你们这些花花太岁才感兴趣。说什么呀？哎，这女孩子志气很高，一心想考个会计师，是我一个姓尤的学生介绍的，盛情难却。好，走了啊，再见。啊，走了。让你久等了，没关系，来上课吧。功课都做好了？嗯，做好了，您看看。你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弄这几根野草，也不动动脑筋弄点外快来。你想叫我辞职啊？就算你不辞职，你爹他早就退休了吧？总可以想想办法。再说你那个宝贝兄弟单位效益也不好，五口人住那么一点房子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我说这爹的事儿你让我怎么开口啊？啊，再说家里也离不开他呀，买菜烧饭带孩子不都是他干的？他有本事我早就请保姆了。请保姆？就算你请得起，往哪住啊？啊，往哪住啊？就这么一间阁楼，这半间还是违章建筑。买商品房呀。做梦。做梦。楼下这个女人真拎不清啊，一天到晚就知道洗洗洗。哼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家会有那么多东西要洗。虽说太阳不要钱嘛，也不要这么穷凶极恶的洗啊。哎呀，这天津里嘛全是破烂，也舍不得扔，说穿了就是下只脚来的人。哎，你少说几句吧，让他听见了又要吵架。少说什么？哼。哎，翠莲，楼下自来水龙头关一关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哗啦哗啦唱山歌似的，好像这自来水就是他们贾家包下来的。嗨，他男人啊最近当了搭脚所的副所长了。怪不得喉咙也响起来了，有啥稀奇的，肯定也是个副科级吧。当然了，耕地呀不能跟你们家老沙比呀，你们家的老沙是老革命法院的大主任嘛。有啥用啊，没钱。哎，法院可是个清水衙门呢，穷。不像你们沈师傅有手艺，大把的钞票赚呢。看你说的更厉害。哎，老头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去看小兰他们。小兰，小兰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搞什么名堂？你进去，进去，进屋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进去！进屋，进屋！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，我知道你在动什么脑筋，想去给儿子送钱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让我抄！哎哎，别，你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，哎，别搞啊！哎，别闹啊！你哎，这五块钱车钱不是吗？
小兰亲亲热热，一口一个阿姨叫你，你还不满意呀？满意什么？我们两个老的不叫的贴钱呢，已经不错了。小兰收入低，她也难呐。星辰啊，都是自家人了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下次不要买东西啊。没什么东西，没什么东西，一点点心意。喝茶。谢谢，谢谢。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好好。你也坐。今天在这儿吃饭吧？啊，吃饭吃饭吃饭。不不不，不不不。哎，小文呢？在楼上。我呢只有小文一个女儿，平常呢也宠坏了，所以行程啊，你呢就不要介意了啊。嗯，不不，快擦擦。谢谢。王老师，在写什么呢？早饭吃过吧？吃过了，怎么又到我这儿来避风头啊？哼，讨厌的要命。哎呀，你爹真是瞎起劲。东亚商行，哎，这四个字值多少钱呢？老规矩，200块钱一个字。哟，王老师，哎，你钞票不要太好赚哦。这在市面上还不算是最贵的，只能算是中档水平，现在什么都要讲个名气。哎，王老师，你的名气也不小哎。哪里哪里，差远了。其实我也不在乎那种名气。哎，王老师，我也没有工作，从明天起我跟你学写字怎么样？王老师，你跟你老婆还有联系吗？啊，她在香港混得不错。哎，王老师，你来看呀，看我写字有基础吗？哼，你要赚钱呢，学别的行当，啊，哎，比如楼底下的省路模。号称会做什么培罗蒙西装，谁搞得清楚会不会做啊？你应该拜他为师啊。我将来要搞时装设计，自己开一家公司。喂，哎，姐，有你一份电报。哦，
哪来的？成都来的。你那位啊，明天一早到，让你去接，开心吧？啊，知道了。常小姐，嗯，你这么忙，我约你出来真是太冒昧了。哪儿的话。来，啊，谢谢。自从上次在夏教授那儿见到你以后，我也有想认识你的愿望。是吗？嗯，啊，来来来，吃吧，吃热吃啊。来，哎，好。嗯，味道不错。是很不错。我说，常小姐，人有的时候啊，就像一本本的书，有浅显的书，有内涵深刻的书。浅显的书拿起来马上就会放下，内涵深刻的书是久拿不放。哼，我判断你是后一种类型的书。您过奖了。小时候家里不富裕，读书读得少，现在走上社会了才觉得知识不够用，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多读几年书。女同志像你这样可真不容易啊，这样有进取心，这样不肯落后。不是我想这样，而是这个社会，这个年代，我要不这样的话，很快就会被社会淘汰。啊，你公司忙吗？大有大的难处，我的门面嘛，虽然很大，可是里面呢，乱糟糟的。不说了，要形成一种机制啊，不是三天两天就能改变的。姐，哎呀，哎，你真让我好找，这么大个城隍庙，我整整找了你半小时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到公用电话亭去问，那边的阿姨说。他听你说可能要到城隍庙来，我就找来了。哟，真聪明。来，哎，小姐，快坐。啊，请坐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小妹常纽芳。你好。这是大洋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康振昭先生。啊，康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坐。哎，坐。坐吧。姐。嗯。姐，你要快点。轮船马上就要到了。什么轮船？哎呀，姐，你怎么忘了？昨天冯庆大哥不是打来电报，让你今天去码头接他的吗？哎呀，我都忘了。哎，小妹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今天有客人，你帮我去接好吗？哎呀，笑话，凭什么我去接他？冯庆大哥是要你去接他。可我……哎呀，算了吧。他又不是孩子，又不是不认路，不用接了。啊，常小姐，吃点吃吧。哎，好，那就不好吃了。好。啊，一张分。好，谢谢。一块钱啊？你把一块钱扔在地上也没人捡啊。哎，你不是说一张分吗？一张分就是十块钱。哎，你是真的不懂还是装洋啊？什么？这么一点点路要十块钱啊？
你的东西重啊，你想赖账啊？你自己出去钱就自己出汗吧，干嘛买货啊？真是的，弄个应该不一个呀啊！哎，你怎么领谁外地？我说你领什么人？我爱人，你为什么不给别人钱？轻松啊！好了，说了，别跟你讲，走吧，走了，拿钱拿给别人。今天上班啊，你们，咱们外地人领不清，这个外地人真是领不清哦。弟啊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哦，小兄弟，我来帮你拿。好，谢谢。东西多，小徒弟先上车，车上人多，你的行李自己要看好。来，一点点，往里头放一放。来，给我接过。行，定好。定过。老师傅，太谢谢你了啊！谢谢。不要紧，没关系。好，来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急红了！哎，怎么这样？你这个人拎不清啊！我拎不清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上海人吃泡饭的，一起就没了，还要上四个钟头班呢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你是泡饭，我不是泡饭，我是吃牛奶面包的。你这个小妮，你怎么这个样？好了好了，别吵嘛！看看这小妮，别吵了，本来是小事儿嘛。还要吃？哎，你们看，这小妮姐实在不像话嘛！哎呦，老母呀，我都干啥去嘞？我好服气你们了！哎呦呦，站也站不牢了！我服气你们了，我。哎。这下面有箱子，你看见没有啊？我估计的呀，我们都打到吃不消的呀。这是他的箱子，放在脚底下了。箱子放在地上了，烦死了！哎呦，真的，站也站不牢的嘛！哎呀，怎么？对不起啊，像不像？真的，小文爸爸。啊？哦，是冯庆啊！对对对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毕业了，回上海了。哦，研究生毕业了，哦，戴博士帽了，哦，有苗头有苗头，哎，好，我是硕士，哎，好，我带你回去，啊，哦，对不起啊，来，我来帮你拎个包，来来来来，给给给，哎，小文爸，我是硕士，不是博士，现在工作单位还没有呢，啊，不要着急，像你这种出身啊，以前呢，啊，都做大班桌的，啊，我来帮你拎个包，我能行，没几步路就到了，这么多东西，怎么不叫他擦的啊？哎，公共汽车蛮方便的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那好叫不在擦啊，啥玩意啊？哎，什么在擦？在擦就是残疾人的擦厕所，你也不懂啊？啊，你看到处都是。残疾人开的吗？哎呀，你呀真是书呆子。太爷爷，菜捡好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？贾伯伯，你好！哎呦，是冯庆啊！哎，回上海了！哎，是冯庆回来了，差一点不认识你了。哎，宝骏妈，你们家冯庆回来了！哎，都下来吧，冯庆回来吧，快下来，下来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是从四川回来的？是啊，路上走了好几天吧？四天。哎呀，真是太辛苦了！哎呀，是冯庆回来了！师母，冯庆啊，这个你确实胖点了。非常累了吧？哎呀，冯庆啊，你总算到了！冯庆来了，来传奇托班了呢。怎么，冯庆回去接你呀？怎么搞的嘛？说的好好的，说他去接的呀。好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上一上，上上上，别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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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姐姐啊，剪刀。好嘞，
打开。来来来来来。哦，哎呀，花生，花生啊，给你，给你，好好好，谢谢，给我，给我，舅舅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哎，谢谢，谢谢舅舅，过来，谢谢，谢谢舅舅，谢谢了啊。赵振妈，给你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了。来来来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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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人家现在是博士了，哎，博士！没想到，走什么走？我们36号里也出了个博士啊！不是博士，是硕士，硕士一样的。哎哎，我说呀，管他什么是不是的，只要找个好工作，这才是真的。你们说对吧？哎，这话有道理。宝洁，冯静这次是到你男人厂里上班吧？啊？嗨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嗯，没那么这么点小事儿还定不下来。沈师母啊，说你是36号的包打听啊，一点都不错呀。洪吉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怎么不去接小弟呀？妈，你看他又来了，又是这样子。哎呀，冯庆他姐夫啊，可是个大忙人，万人大厂的厂长嘛，你说是吧？瞧你说，听我家连声说呀，他在厂里也可有威信了。老姐，哎，你又在说我坏话呀？大家来了，来了，连生。哎，连生，哎，阿庆，哎，你回来了，还是老样子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的。啊，来来来，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你们都吃呢。哎，连生你也吃。你还在厂里啊？啊，他呀，没出息。是哎。妈妈，舅舅又发袜子了。什么？这次又是拿的袜子？奖金。厂里效益不好，每个人发袜子代替奖金。这很新鲜啊！哎，还每个人发88双，嘿，说讨个口彩，发发发！发什么呀？发你个头啊！哎，老姐，你喉咙这么粗干什么？就是嘛，这怎么说的？哎，来来，哎，冯庆，哎，没什么好东西，挑2双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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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跟我客气啥？拿吧拿吧，别客气。哎，每家人家2双。没什么，拿吧。哎，沈师母，挑2双啊，挑2双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苏佳怡，不错，来挑2双。颜色不错啊，挑2双。哎，这颜色蛮好的。是，就是，我看你们厂啊，干脆倒闭算了。再这样下去啊，每个月的工资啊，只能发袜子了。有袜子发，总比光脚好吧？什么光脚啊？舅舅，我不要袜子，我要变形金刚。变变你个头！你要死啊你！自己没本事，拿我女儿出什么气啊？真是的，这么乖！来来来，我坐这儿来。哎，不哭不哭。头不能打的呀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？哦，哎，来，别哭，就是给你买变形金刚。哟，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？有，冯庆回来了。哟，刘敦啊，哎，进来进来，来来来，你小子发福了，小墩子，日子好过啊。我们这三个老同学当中啊，就属他混得最好了，是婚也结了，又当了大记者，哼，每天有人给他请客送礼发红包的。哦，不信啊，你到他们楼下去看看，哼，满屋子的东西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简直可以开展销会了。呵，啊，我没说错吧？哎，你这小子啊，可别犯红眼病啊！我辛苦的时候你都没看见，那别人送的东西，哪有白送的？就是嘛，都是要付代价的呀。来，坐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哎，我坐习惯了。哎，不不坐坐。哎，不不不。哎，我说呀，小墩子是咱们36号里最兜得转的人了。我们上海滩呐，就吃这种人。哎，当记者啊是要有责任的，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还是翠莲姐这句话最贴心呢。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个采访任务，得先走一步了。你忙你忙。哎哎，刘敦，你现在还住在楼下的灶皮间呢？平时一般呢住丈母娘家，有时也回来住住，写写稿子什么的。啊，你还不知道他快要做爸爸了。是吗？恭喜恭喜！哎，咱们几个老同学算他是最有福气了。哎，恭喜恭喜！就那么回事嘛。回头见。好，好，再见啊。耶，阿涛，又发奖金了是不是？又来了又来了，是不是？这36号上上下下都穿你们厂生产的袜子，别扯了啊！来来来，拿2双钱来。他这当记者的，跑的路多，
脚汗也多。哎，尺寸这么小怎么穿啊？我们厂里生产的袜子弹力特别好啊，打人小孩都能穿。我收下，我收下，我收下啊，好，我收下。这小子跟我客气什么？假模假式。进来，进坐。你一来，邻居全都走光了。哎、来来来，进来坐吧。你看这乱的呀。哎呀，姐夫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把时间算得太紧了，太忙了，没想到这车在路上堵了半个小时。不要紧，你这么忙，其实不用来接我。哎，应该的。红基，坐。哎，快坐呀。哎，来，姐夫。哎，好好好。姐。来，姐夫，我们那儿的花生，好啊，甜花生，喝茶。好的，好的，妈，你也坐。哎，现在呀、啊，那个交通是越来越糟糕了。妈，你不要替他说话，他又不是第一次开车，明知道外面挤，不会早点出来、啊。我看他是……姐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是好好到家了吗？哎，宝珏，你啰嗦起来怎么没完了呢？红基工作忙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总归是公家的事要紧嘛。不不，是我不好，我没安排好。啊，红基，在这儿吃完晚饭再走。不，我不在这儿吃饭了。怎么，晚上还有事儿？是的，今天晚上有个酒宴，市里的、局里的领导都要来，我们谈点事情，所以我就不在这儿吃晚饭了。那吃了点心再走，很快的。哎呀，妈，你不要忙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不放心小弟过来看看他。马上要走。哎，妈，你让他走，别管他，他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的，哪会吃这儿的饭？宝珏，你真是的。小弟啊，嗯，你呢一路上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几天，这个礼拜天到我家来，我们好好商量你的工作，好吗？好，那我走了啊。来来来，把花生带上。不不不，我不带了，带上，不带了，别客气。好，开车小心点，哎，别着急啊。宝珏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哎，等等，哎，凤庆啊，嗯，你都看见了，你姐姐呀、啊，总是怀疑你姐夫在外头有什么花头，哎，会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谁知道呢？你姐姐啊，一到我这儿，说的都是这些事儿。哎呀，她把这陈年老账啊都翻出来了，有些事儿啊我都忘记了。她还怪我，在他们谈朋友的时候不劝劝她，找了这么个糊涂。嗨，像娇娇这种人家，现在是最吃香了，名门望族，姐夫他又有地位，姐姐她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？哎。这门不当户不对呀、啊，总是有麻烦事儿。妈，我看你啊，最好不要管他们夫妻的事儿。哎呀，我没管呢。我总是劝你姐姐别瞎猜疑，她呢还怪我偏袒你姐夫呢。哎，妈，姐姐她今年有多大了？虚岁45了。怎么？怪了，按说还不到更年期啊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哎，妈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阿庆啊，你调回上海来了？我看什么地方也比不上阿拉上海好。你妈妈肯定开心死了。是啊，老人家很开心。喂，如芳啊，我是冯庆啊，你怎么不到码头来接我呢？害得我好等啊。哎，哎，我马上要见到你。哎，一起吃晚饭好吗？没空。
你是怎么了？哎，如花，明天总可以吧？我在复兴公园门口等你。什么？这几天你都没空啊？哎，如花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你给我说清。冯静哥，有话。祝贺你回到上海，我一下班就赶来了。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？是不是坐了几天船太累了？牛芳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姐姐她……我姐她怎么了？她没来看你吗？看我？她连见都不肯见我。牛芳，告诉我，她是不是另外有朋友了？你说呀。别说心很累，别说梦已碎，别说你就像那一江春水，别说朝如雪，别说暮如晖，别说你早流干了眼泪。与其用怀疑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脚步，不如敞开你的心扉。勇敢地去面对，面对。风有风的愁眉，花有花的憔悴，没有谁的梦里没有苦涩的滋味。天有天的困惑，地有地的疲惫，相信你自己才是日月星辉。别说梦已碎，别说你就像那一江春水，别说朝如雪，别说暮如晖，别说你早已流干了眼泪。与其用怀疑的目光望着自己的脚步，敞开你的心扉。与其让失去的往事留在记忆深处，不如勇敢地去面对，面对。风有风的愁眉，花有花的憔悴，没有谁的梦里没有苦涩的滋味。天有天的困惑，地有地的疲惫。